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用热血践行誓言；平凡中，他们矢志坚守，用生命诠释忠诚。英雄从未走远，正气浩然长存。一线系列节目《铭记》正在播出。这个老旧的公文包，他已经用了整整13年。这一件件警服，承载着他对警察这份职业深情而执着的信念。这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见证了他无私奉献的日日夜夜。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然后脑海里在若有所思的那个样子。现在那个椅子空着，潘局长却再也回不来了。每次接访，他真的就是对每一个来信访的群众，都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老同志来，他一定会站起来说：“哎，老同志，请您坐下。”我们如果接访的时候啊，潘长还能够在身边，那真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2021年9月25日，原福建省福州市副市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7岁。潘东升的突然离世，在他曾经任职的地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群众自发地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这么好的人，这么快就没了，就牺牲了，那个晚上就一个晚上真的都没睡，翻来覆去都没睡。他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事情，而且的话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都要感谢他。那么潘东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怎样的公安局局长，值得人们如此纪念和缅怀呢？干净做人，清白为官，是他一生的信念。忘我付出，一心为民，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前能在网上上班的事情，尽量让群众能在网上班。37年从警生涯，他用奉献书写忠诚。一线清明节系列节目《铭记忠诚》正在播出。潘东升1964年出生于福州市平潭县的一个小渔村。1984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历任福建省3名市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无论在哪里任职，朴素清廉、勤勉实干是大家对他始终如一的评价。2016年6月份，刚刚调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潘东升来到刑侦支队走访，调研过程中一组刺眼的统计数据引起了潘东升的注意。潘局长上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前一年，也就是2015年，福州市全市的2起案件就是抢贼跟抢夺暴力型的案件，破案率只有30%几。对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安全感，这个是伤害最大的。严峻的治安状况让潘东升忧心忡忡，严打2抢，提升破案率，这是潘东升的决心。可2抢案件的破案率提升，在当时很多城市都是难题。面对这一顽疾，潘东升开出了他的药方。2抢犯罪嫌疑人流动性大，抓捕难，行政部门都在单兵作战，没有形成合力。潘局长就提出了，我们要考虑成立合成侦查中心。合成侦查中心就把相关的有利于侦查打击的几个警种抽调部分精英骨干融合在一起，一旦发生这种暴力案件，我们以最高的速度、最有效的效率，然后对这个暴力犯罪进行打击。
合成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颖的理念，因为当时不同警种各司其职，相互之间存在技术壁垒，要想融合不同警种成立合成侦查中心，无论人心还是制度都可谓困难重重。要增加四个大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这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很难做到这一点。面对重重障碍，目标明确的潘东升却十分坚定。潘局长自己也去跑省公安厅向各级领导汇报呼吁，就是说用这种方式能更好有效地形成一个科学高效的一个打击。为了这个中心的成立，应该是说他花费了相当大精力。在潘东升的坚持与推动下，半年后由56人组成的福州市公安局合成侦查中心成立了。那么他能否药到病除，改善福州的治安环境呢？大家都在期待着他们的实战答卷。2017年5月31日晚上10点，合成侦查中心接到一起持刀抢劫的警情。那是一个女的，在那边存钱的过程当中，被锁在 ATM 机外面的一个嫌疑人持刀抢了1万。因为反抗，然后嫌疑人把这个受害人刺伤了手臂，鲜血不止。那随后嫌疑人就逃窜了。潘东升得知警情后，迅速部署抓捕方案。第一时间叫我们各警种前手段同时开展工作。那我们第一时间启动的一个是侦查员对周边进行调查访问，第二我们的图侦员就是要开展视频侦查。犯罪嫌疑人不会想到，一起抢劫案件的背后已经不是一个警察一个警种在工作，而是一群人一个专业队伍在分析研判。我们也发现嫌疑人在凌晨的时候当晚到达长乐，就进了一家桑拿，就洗浴中心，然后很快我们就对洗浴中心进行一个布控，就趁他把包放在边上开柜门准备换衣服的时候，然后我们侦查员一拥而上，就当场擒获。合成侦查中心用了不到10个小时，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并追回赃款，这样的破案效率给了潘东升和团队极大信心。2021年1月至10月，福州全市两抢发案量与201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96.9%，破案率由35.2%上升至100%。潘东升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侦查方式，推动了福州市公安局合成作战理念的落地。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局意识为福州架设了一张隐形的保护盾，静静守护着每一位老百姓的幸福安宁。以科技引领警务，让信息服务民生。一线清明节系列节目《铭记忠诚》正在播出。2016年下半年，多次到基层调研的潘东升敏锐地关注到了一个福州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车子一开上路都要避着时间开的，然后那个遇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嘛，然后体验真的是非常差。作为一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专家型局长，潘东升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科技最大化地解决百姓生活中。这样做能弄得清楚吗？
采用大数据配时，他们也不是很理解。然而，对于潘东升来说，用信息化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他有着十足的信心。在2000年，潘东升就作为福建公安的唯一代表，成为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潘东升带领团队开始了智慧交管平台的系统建设。潘局长是一位敢于决断的领导，他不仅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且亲自指导，为我们配备了博士、硕士专业的技术民警，安排专项经费去解决问题。一年后，一张饱含着潘东升心血的智慧地图诞生了，它融合了5000多个实时监控点位，实现583个信号灯路口联网联控。智慧交管平台上线之后，福州市80%以上的路口实现了绿波通行，并且可以在不同时段、不同流量下配套不同的信号灯配时方案。福州交通大数据建模成效位居全省第一。以前民警从别的路口赶过来至少需要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我们只要几秒钟就能够从中心控制路口信号灯，远程实时排毒。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潘东升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百姓反映强烈的办证难问题，潘东升提出要建立一个串联所有民生数据的省市一体化云平台。以前我们的数据是分散在各个警种的，但是潘局长说做大数据平台，就是要把大家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数据汇聚在一起。我当时一听到这个设想完毕后，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说他们这些部门能把这些数据汇聚在一起吗？果然，很多职能单位都对数据共享的安全表示担忧，不愿合作。碰了钉子的潘东升主动上门，向合作单位一家一家阐述建立云平台的重要性和安全性。他只要有空就拎着包到各个部门一家一家的跑，关键是他从技术这个层面上能够说服大家，潘局长愿心的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为了老百姓更做事情更方便一点，更便捷一点。结合多年的信息化经验，潘东升逐渐打消了各合作单位的担忧，成功说服福州市多个单位为云平台项目提供了关键数据。2021年，省市一体化云平台系统上线，群众办事的无感审批实现了。以前来开这无犯罪证明，跑4-5趟都是起码的，现在我直接手机上点一下，只要跑一趟来就可以拿了。一条一条的在那边自己在那边亲力亲为，就是研究怎么样子才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的问题。潘东升建设数字化的脚步从未停止。2020年，潘东升推动建立超算疫情数据模型，数万条流动人员数据只需20分钟就能分析比对完成。不仅如此，潘东升更是创新推出了办不成事窗口，和群众面对面处理智能化系统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尽量让群众少跑腿啊！一些能在网上办的事情，尽量让群众就在网上办。这个大家不要在前方事情，在这一方面天塌不下来，同志们！就我今天把这话再撂在这里，你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心为民，不谋私利。工作中的潘东升令同事们敬仰和敬佩。而生活中的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做官的架子。潘局长看过去就是一个慈颜善目的，这个非常和蔼的，他笑起来就是很有感染力，很温暖，就像长辈像父亲一样。很多人当时有说他不像个公安局长。早上他见到我第一面，小张，你早饭吃了没有？早饭要吃，对身体好，不要不吃早饭。每天回去的时候，你自己回去车开慢一点，注意安全。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就是没有。
群众。平凡中铸就不凡人生。一线清明节系列节目《铭记忠诚》正在播出。2021年3月9日，一场追悼会正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您这是几点就来了？6:40发车。这都是咱们的那个社区的吗？社区就是和他的战友，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雷湾是什么意义呢？是我们14里的保护神，是我们吉林的贴心人。是，确实很沉痛啊，也很突然。有点那特别说不出来的难受，对吧？能突然那么走，这就要3晚上都没睡觉了，从那边走了。这些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都是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第二社区的居民，他们一早匆匆赶来，都是为了送这个叫刘安的民警最后一程。刘安，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出所社区民警，2021年3月7日上午，55岁的刘安在社区警务站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在刘安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除了同事和亲友外，他生前所在社区的群众也悲痛万分，谁也无法接受那个被他们视为社区保护神的人如今已经不在了。接受不了，因为这么乐观一个阳光的一个这警官，就突然的就是没走了，这么好的人怎么就会没了？然后我不相信，就是当时我真的不相信。我说我到现在我都很难去接受，去我看到关于他的东西我都不敢点开，就是他的信息啊什么的我都不能看，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接受这件事儿。谁也无法想象刘安的离开在他们心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伤痛，而刘安又为何会和这些居民之间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在他们心里英雄刘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老人名叫黄振营，是丰台区蒲黄榆第二社区的居民。这首《惊用大鼓》的古词是他在2014年专门为刘安创作的，其中饱含了老人对刘安亲人般的情感。这么来了十几年，就觉得是刘警官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帮助我，照顾我。我没有儿女，我就把刘警官当成自己的儿女似的。这他一走了，我心里头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空得慌啊？十多年前，黄大爷因为家庭变故和老伴搬来蒲黄榆第二社区居住。那时，他们老两口经济条件较差，情绪也很低落，正是刘安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刘安看到我当时挺惨的。什么都连床都没有，浩阳，刚来说，后来人家刘安帮我就治中业，把门也换了。逢年过节，总是来我们家给我送面呐、米呀、油啊，元宵节送元宵啊。老北京呢，老想自来猴自来碗，哎呦，没买那盒的，那盒的不好吃，是样子货，样子货。老爷子喜欢唱戏，我们就是上门。来请老爷子跟我们戏迷班一块参加活动，这样一来二去，那个老爷子呢放下心理包袱，融入到这个社区的生活中。有了刘安的照顾开导，黄大爷和老伴渐渐融入了社区的生活，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在这十多年的相处中，黄大爷和老伴儿更是把刘安当成了唯一的依靠。我老伴儿身体不好，一有病啊就找刘安。刘安啊，你给我找车，给我找人，我要看病去。你说跟自己孩子似的，那样，我这有时候得电灯、水，老出毛病。你找谁呀？就找刘安呗。头发长了，我出不去呀。找刘安，刘安理发理的也好，他处处都想到你的困难，这就是刘安的最可人疼、可人敬的一个方面。2021年年初，黄大爷的老伴因病去世，这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出租的房子由于疫情原因，出租合同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法收到房租，而他未来养老的依靠就是房子的租金。这可急坏了黄大爷。结果人刘安就骑车去了，到处的找律师，找当事人，找中介，找他们住在我房子那些个人啊，那租户们跟着商谈。后来还真不错，把这个房子的房租从2月份就改成我的名字了。事情圆满地解决了，黄大爷十分开心。然而直到办完所有手续，他才知道为了替他拿回房租，刘安顶着北京一月里的寒风，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丰台区和东城区之间跑了近一个月。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动啊，我给他鞠个躬。刘安非常的说，黄大爷您不要这样，以后您有事儿您找我，我一定为您办。像这个黄老爷子，这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还有。原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要想当好一个社区民警，第一点就是你真真正正的要有一颗就是为群众干实事、干好事的心。作为刘安的徒弟，魏建东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师父对他的教导。他亲眼见证了师父多年来对社区里老人的照顾。而魏建东对社区民警这一工作最直观的认识，就是从师父刘安的一个背影开始的。他经常照顾的一孤寡老人冷大妈说病了，现在需要去医院。后来我师父就带着我非常着急的去了冷大妈他们家。进家门之后呢，我师父跟冷大妈说咱们现在上医院。冷大妈就是都很平常很平淡，冷大妈就说好。后来我师父背着冷大妈下楼，当时我看着我师父背冷大妈的背景，其实是颠覆了我一个观念，就是，我从小选择当警察，警察是除暴安良的，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其实在我的心里下了一个决定，那个结论就是警察还能这么去做。师父背着老人的背影，让魏建东感动之余，也有了新的思考。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背影不过是刘安日常工作中最普通的一幕。师父和冷大妈之间的故事也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动人。冷静呢，就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是刘安绝对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其中有一次啊，这个老太太呢，觉得呢就是麻烦刘警官太多了，麻烦社区太多了，他自己骑着车啊就上了香山了。结果呢，刘安基本上每天都到家里去看看他，就这一看没有他了，这刘安就急了，就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呢，那还很早以前呢，哎呦，就到处找，最后从香山的他一个朋友家把冷大妈给接回来了。就从那一刻开始，真的老百姓的心，他的血也是热的，能不受感动吗？当时他用那个自行车推着冷大妈照的那一张相，真的那次挺就是让大家挺受感动的。这张照片就是刘安和冷大妈的合影，那时坐在刘安自行车后座上的冷大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逢人就说我有儿子了。这动人的一幕当时被记录了下来，也感染了社区里的所有居民。后来我跟我师父去冷大妈家的时候，冷大妈我记得手上有一个戒指，冷大妈看见我师父以后呢，就是伸手就要摘戒指，就那个意思是这个戒指要留给我师父。房子，他说给他，然后就因为冷大妈什么都没有啊，什么
就跟前的人什么都没有。然后刘警官就说了，我绝对不是冲着您的这些财产来管您，我是这儿的社区管片民警。就这样，刘安拒绝了冷大妈的好意，他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冷大妈，并陪伴着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在一段采访中，刘安曾透露自己因工作原因没有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因此他把社区里的孤寡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父母来照顾，希望他们安享晚年。我就把父母的爱全部身心的转移到这些老年人孤残人，就我把他们都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来对待，永远的对待他们。如今黄振英老人时常还会在家弹琴练曲，只是再也没有唱起写给刘安的那首古词。采访中他主动要求再唱一次，但只是开了个头便再也唱不下去了。就唱那么两句吧，不能哭，一哭不行。我们楼上的人好几个老人一听说刘安走了都非常难过。我们感觉刘安作为我们的片警，我们是我们一种幸福，我们感觉是一种幸福。从警34年，刘安帮助了70余位辖区的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都把刘安当作了自己的亲人。不仅如此，刘安还无偿资助了18名孤困儿童、10名困难学生，被孩子们亲切地叫做警察爸爸。通过他我就觉得真不容易，我们的警察太伟大了，就是真的太伟大了，他做的事情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还那么负责任，又那么忘我，这一点我特别的佩服。说起刘安，丰台区东铁匠营第二幼儿园的园长严玉娇是满心的惋惜和悲痛。当年严玉娇与刘安结识是为了帮助一个叫振耀的小男孩。2010年，刘安在工作中替辖区内的一个大妈找到了走失的孙子，那个小男孩就是振耀。那孩子爹死了，妈改嫁不要了，找不着，这是妈改嫁了，也没联系了。奶奶年龄也比较大，也没有工作，这样在北京，所以呢，而且孩子当时还特别小，3岁就想解决这个孩子的困难。刘安了解到振耀的家庭困难，便想帮助他解决上幼儿园的问题。由于振耀是外地户口，不符合公立幼儿园的录取条件，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园长严玉娇，希望幼儿园能破格招收。找了我很多次，确实被刘安这个他这个工作范围内的这个职责也好，或者他这种社会大爱也好，感动到我们了。我觉得就是一个警察都能够说为这些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反复的去奔跑奔波啊，我说我们做教育的更应该坐在前面。就这样，小振耀顺利的入了园，振耀的奶奶也在幼儿园有了一份帮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小振耀也与刘安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安就是拿他当儿子，基本上每周都会来看孩子，每周来就大包小包。孩子一看刘警官来呀，高兴的在屋里就按耐不住了，就爸爸，我爸爸来了，我爸爸来了，就叫爸爸。然后出到院子里以后，两个人就抱在一起，真的让那一幕让我们特别感动。在社区老人们的眼里，刘安是亲儿子；在他帮助过的孩子们眼里，刘安是警察爸爸。而在全体社区居民们的眼里，
刘安是那个有求必应、不求回报的好警官。我师父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总要有人为这个时代去付出点什么。群众心里是最明白的，你真心实意的去为群众做实事，群众会记得你的好。34年的社区民警生涯，刘安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彻底融入了社区，也把社区的居民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在他的心目中，能为居民服务就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记得有一次他还跟我说，哎，你叔马上也快退休了，到时候我就为咱们社区的居民做一个免费的理发。他当时就说，我退休了，我还得为这帮社区居民服务，这个精神上我是想不到的。只是还没等到退休实现为居民义务服务的愿望，刘安却早早地离开了。2021年3月7日，值完夜班的刘安像往常一样参加派出所早点名，汇报完工作后又回到社区警务工作室。上午10点，刘安突发心脏病，在警务室晕倒，10时58分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5岁。我心里真承受不了，真的。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先后荣立个人1等功一次，个人2等功三次，个人3等功三次。一个个称号，一摞摞奖状，记录下了刘安这34年平凡却又伟大的从警生涯。刘安同志的感人事迹啊，不单单是他的一个个人的精神品质的写照啊，更是真诚为民服务的一个缩影。我师父是刘安，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警察的标杆。师父对我的这个榜样，对我的这个影响，是断不了的。我有这么个师父，我真的挺骄傲的。至少我要成为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刘安走了。但是他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仍在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据公安部消息，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261名民警、131名辅警因公牺牲，4375名民警、3420名辅警因公负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忠实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青山不语，正气长存，英雄的舍身付出换来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铭记这些闪亮的名字，铭记他们用热血铸就的忠诚。